管家，我的嫁衣湿了，好冷。是苏雪萍逼我杀了你，你不要来找我呀！啊，大小姐，果然是你。不是不是，我真的是被苏雪萍逼的呀。他要是回来了，你的妻女就活不成了，自己选吧。我真的是被逼的呀，大小姐，我真的是被逼的。你就没有存私心？冬至那日，你一共开了两枪。第一枪打在了我父亲的眉间，第二枪打在了碧云的心口。不可能！那天周围一个人都没有。我看见了，那日爹爹说要去寻宝藏，我便偷偷跟着，躲在一旁睡着了。待我醒来时，给我！你李管家，是你！李远呢？救你！待我跑回家中，苏启平已经成为了家主，宣布爹爹遇了海难。那时我便知道，若我说出看到爹爹被人所害，我和母亲妹妹便活不过那日。十年了，欠的债也该还了吧。我不会杀你，滚吧！让开！李管家，不想跟我叙叙旧吗？难得小姐今天这么早就睡下了，连安神汤都没喝呢。哎，可怜她一个女儿家过得这般辛苦。小姐过得这般辛苦，夫人却总是偏心。夫人这么多年了，心结一直在，大概是觉着要不是大小姐，老爷也不会死。后来夫人对大小姐便怎么也亲近不起来，大小姐她呀也像变了个人，懂事的让人心疼。唉，小喜，你也回去休息吧。啊，好。本想直接杀了你了事，可苏梅不让。既然她说了，我便听话。你究竟是谁？阿姐，我不上学了，你不要为了钱嫁给那混蛋。墨尘放心，阿姐不嫁了。刚才有个大爷给了阿姐好多钱，叫我帮他下海捞宝。你啊，先乖乖藏起来，等阿姐回来了，我们就去运京，去最好的学校读书，好吗？真的？阿姐何时骗过你啊？太好了。我是
我是碧云的弟弟。可惜因为你，我阿姐再也回不来了。联手演的一出大戏。城里的人都以为苏梅性子少就古板，对城外之事毫不在意，其实她对西洋事务很是精通，常常暗中往返并进。小烈，怎么会？小九妹妹，这是我娘留给我的，送给你吧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呀，来日等我成为了大将军，便以此项链为信物，我一定会回来找你。好，我等你。真的是小九，爹爹。死你的人是你平日里最敬重的哥哥梅儿，别哭。爹爹的梅儿最勇敢了，比这世上的男儿还勇敢呢。爹爹，
再等等，很快，很快我们就可以回运京的家了。可是，回家的路太长了。十年前，大小姐还是个爱玩闹的性子，缠着老爷给她找宝藏当礼物，于是老爷就出海了，不想遇上了海难。后来夫人对大小姐怎么也亲近不起来，大小姐她呀也像变了个人，懂事的让人心疼。难得小姐今天这么早就睡下了，连安神汤都没喝呢。哎，可怜她一个女儿家过得这般辛苦。小九，我来晚了。他人呢？放心，没死。余生都活在这黑暗小屋里，只怕生不如死。你不让我杀他，究竟是因为心软还是心狠？总归不是心善。闭嘴！闭嘴！是苏启平，你去找苏启平，你去找苏启平！闭嘴！闭嘴！来，庆祝一下。闭嘴！你去找苏。闭嘴，闭嘴。怎么怕我下毒啊？报告将军，嫌疑某时苏大小姐至今未回复，李管家也不在，只有苏启平一人在府中。下去吧。是。将军说的果然没错，韦世廷是改名换姓来到半月城的。他是运京有名的浪子沈墨尘，因懂摄影会洋文而广受名媛贵妇的青睐。他阿姐碧云当年是为苏启安打捞半月项链时被杀的，想来苏梅和他是合作关系，他多半也知道宝藏的存在，这是我目前最担忧的地方。只怕他现在正和苏梅在一起，他有危险。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你我的合作到此结束，往后的事你无需再管。苏启平也算是我的仇家呀。我不想若儿和此事再扯上关系，你尽快离开半月城吧。怎么嫌我配不上你们苏家二小姐，还是嫌我风流名声太臭啊？阿姐去世之后，那个本要娶她的恶霸将我家中值钱的东西都抢了去，
还要我留在他家中做苦工。苏家本家的人也是这般无耻。我逃出来之后本想一死了之，结果被人救了，几年之后终于挤进了上流社会，得知当年是苏启安来到半月城寻宝。所以你重回半月城接近苏府调查真相，是为了发现苏梅。苏梅，苏梅，你对他做了什么？贺将军，你坐下，拿下。怎么样？可是中毒了？姑娘这是怎么了？哎呀，姑娘这是喝醉了。确定没事？将军如果不放心的话，我给他熬些解酒汤。萧息，给我水。萧息，子兄，你快送医生出去。给我水。你的肩膀好硬啊。早点休息吧。贺将军。你醒了。刚才你喝醉了，你的衣服是王阿婆换的，明天就送你回去。我是喝酒了，甜的。是，甜的。早点休息。